啦啦队员联动蓝褂佩戴效果展示。岩皮的话还蛮搭配这款挂件的。限定金这款的话，可能是因为那个色调比较相近，所以也挺合适的。另外它那个镜片的话跟纽扣眼的一个色调也挺接近的。然后这款时装画，因为它整体色调的话是那种黑白的，然后白色居多，这样的话会显得眼镜会比较明显，不过感觉挺合适的。最后的话是美乐迪这款时装，属于原配的，属于是都是那种粉色系。然后以上时装画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